你好，今天我要说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作家。作家就是写书的人。这个人在中国很有名，很有名。很多人觉得这个人是他们的偶像，偶像。所以呢，我要做一个系列的视频。很多很多视频，我要说说这个人的故事，然后为什么他是很多中国人的偶像。好，这个人他的名字叫三毛，对，三毛，可是这个不是他本来的名字，本来他的名字叫陈茂平，陈茂平，1943年3月26号，陈茂平，也就是三毛，他出生在中国的重庆。对，那他的爷爷是一个商人，是一个富商，就是有钱的商人。然后他的爸爸是一个律师，所以三毛的家境不错。好，那三毛他本来的名字叫陈茂平，可是呢，小三毛觉得，我的名字太难写了，所以小三毛不开心。小三毛去告诉他的爸爸，他说：“爸爸，为什么你给我这个名字？我不知道怎么写，太难写了。我不喜欢这个汉字，我不要这个汉字。从现在开始，我的名字不是陈茂平，我的名字叫陈平。”那爸爸听了，你猜猜他开心还是生气？爸爸听了，他很开心，因为他觉得我的女儿有自己的想法。对，所以爸爸说：“OK，我同意，这个汉字太难了，所以呢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不叫陈茂平，你的名字叫陈平。好，那陈平是他真的名字是他的本名，但是呢，他写书的时候，他有一个笔名，笔名叫三毛，三毛。对，那刚才我说了，三毛出生在中国的重庆，然后呢，他们搬家到中国的南京，然后他们又搬到了台北。所以三毛其实他在台北长大。好，那在小学的时候呢，三毛，他的作文非常好。我们中国人要写作文，我们学习学习，然后我们常常要写很长很长的作文。那三毛的老师也很喜欢他，因为他觉得三毛写得很好。有一天，老师给了所有人一个作业。老师说：“今天你们写一篇作文，这篇作文叫我的理想。我的理想啊，我要做一个医生，我要做一个律师，我要做一个科学家。”对，老师说：“OK，你们要写一写。”你们的理想，你们的理想应该是很大很大的，你们应该要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人，很有用的人。好，那小三毛开始写。小三毛的理想不是变成医生，他的理想不是变成科学家，不对。不是变成律师，他的爸爸是律师，可是他不要做律师。
三毛说，我的理想是捡垃圾。对，他说，我觉得捡垃圾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。为什么呢？如果你去捡垃圾，你可以去很多很多地方，然后呢，你可以呼吸，对，呼吸啊，新鲜的空气，对，呼吸新鲜的空气，然后你可以到处玩。所以呢，三毛说，我的理想是捡垃圾。好，那以前老师很喜欢三毛，现在老师听到三毛的理想是捡垃圾，他非常非常生气，他说，捡垃圾是什么理想？你的理想应该是很大的理想，应该是成为一个重要的人。捡垃圾？如果你要捡垃圾，你来学校做什么？你可以滚。 OK， 所以老师说，不可以，你的理想不可以是捡垃圾。好，你应该再写一篇。好的，所以呢，三毛又写，这一次三毛写啊，我的理想是卖冰棒。如果我卖冰棒，哎，我可以呼吸新鲜的空气啊，我可以到处玩。好，然后三毛也写啊，我可以卖烤地瓜。啊，如果我卖烤地瓜，我可以呼吸新鲜的空气，我可以到处玩。好，可是他的老师看了，他的老师还是很生气。他的老师说，卖冰棒卖地瓜啊，不可以，这个不应该是你的理想，你应该成为一个重要的人，一个厉害的人，不是卖冰棒，不是卖地瓜。老师说，不行，重写，再写一篇。 OK， 唉，小三毛再写了一篇。 OK， 这一次他说，好，我的理想是成为一个医生。做一个医生。 OK， 我要帮很多很多人。对，我要帮很多很多人。这一次老师看了啊，老师很满意，老师说，这是好的理想，对，变成医生，我喜欢这个理想。好，可是呢，三毛他知道，这不是他真的理想，老师喜欢，三毛不喜欢，三毛真的喜欢捡垃圾。对，他很喜欢去捡别人觉得没有用的东西。所以呢，三毛他小时候他的理想是捡垃圾。那很久很久以后，三毛去了一个地方叫撒哈拉沙漠。在那里三毛继续捡垃圾，他捡了很多很多他觉得很好看的东西。然后呢，在那里他交到了一个新的朋友，这个新的朋友呢，他也喜欢捡垃圾。这个新的朋友以前他的工作是一个老师，可是现在他变成了一个捡垃圾的人。所以三毛觉得，很有意思，如果他的老师听到一个老师变成捡垃圾的人，他的老师可能也很生气。对，可是三毛一直都觉得捡垃圾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爱好。好，这就是三毛的第一个故事。下一次呢，我要说说为什么三毛很讨厌学校。
在学校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三毛的眼睛有两个很大很大的圈？三毛做了什么？如果你想看下一个视频，你可以去我的网站，叫 www.lazychinese.com。好，你可以去看看第二个故事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三毛他变得讨厌学校？发生了什么？